现在逛的是刘家桥市场，今天的菜都好抢钱似的了。茼蒿15块钱一斤，小菠菜10块钱一斤，这让大连人怎么活呀？啊，这菜。哎呦我操！哎呀，到这儿了啊、哦，到肚脐眼了，哎，溜子全淹了啊、哦，过不来了。快跑！看看这多好的象棋，4块多一斤呢，全部扔掉。小菜。点进来的哥哥姐姐们，大家好！我身后呢就是我们火焰山，我们的火焰山脚下的大西瓜熟了，但是我们开心不起来呀。虽是丰收了，但是没办法开心的起来呀。看看我们这多好的西瓜呀，走不出去，全都不要了。如果你们知道我们农民的不容易，请给我们点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支持一下我们，谢谢你们了。哇没了，是他妈的！龙卷风，太原双塔上空的龙卷风。给你们看一下嘛，这就是我们找的水。那哈儿来挑水，挑回去都要上坡了。天口又打冰雹了，大得很。说下三个关键词，那就是国宴菜品专餐制，不预定不接待，5880块钱一个人哦，外加15%的服务费。那这一桌5880元的国宴菜到底如何呢？话不多说，开餐。这道松茸鸡汤采用的是临安山上的土鸡，把鸡肉啊打成泥，点上青豆，配上云南空运来的松茸和天目山上的虫草花，还有海参，熬制5个小时以后才成这一壶鸡汤。嗯，特别的鲜美，不油不腻，回味是甘甘甜甜的。这一道南宋名菜流传至今有800年历史，蟹道强食橙叶黄，橙子的清香和蟹肉的鲜香搭配在一起非常完美，
这个芝士焗蟹壳啊，咸甜口感，蟹肉满满，值得一试。这道菜流传至今，已经成为我们杭州特色的杭帮菜了。这道菜G20晚宴上光盘的一道菜，为了让不能吃猪肉的宾客吃到东坡肉的口感哦，用的是山东黑牛的牛胸肉，一头黑牛只能切出8块这样的牛排。听说在烹饪的过程中是不加一滴酒的，可是味道却是非常正宗的。哇，真太好吃了，忍不住再来一块。据说啊，当时办晚宴的时候，松子桂鱼呢有3种口味的可以选择，是菠菜味、柠檬味和番茄味。最终呢，在晚宴上就选定了这一道是番茄味的。哇，好脆啊！而且呢，听说啊，为了方便外国人吃这个鱼啊，大厨提早的就把鱼骨头和鱼刺都挑出来了，真的好贴心啊。这款绿豆糕选用的是去皮的绿豆，研磨以后就是淡黄色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最明显的它是有G20峰会的这个标志和 logo， 然后呢配有杭州的。2020年8月25号，现在是10:10，来到了，有幸啊，铁一来到了那个天下闻名的华南海鲜市场。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已经事实上是不存在了。它这里前面说的距离是8米，实际上如果是8米，就是刚才这个巷子，这个巷子据我的了解是不是的。因为华南海鲜市场本来要说在汉口这边也是不大不小的一个市场，边上我知道的还有一个眼镜店，也是眼镜批发市场。20年前，应该15年前应该有印象的。现在那个华南春节的时候，是说是收购了啊。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件事，那个因为。为什么把它拍下来呢？因为那条路都已经没有了。刚才拍的那个图片作为一个流程吧。所以今天到这边来，看看我们所认为的华南海鲜市场这个疫情，因为疫情如果结束了，我就不会把这个留下来做一个案底。留下来的目的，我要看一看以后这个事情解密了之后啊，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疫情传播的源头是谁发明创造的，目的就在这里。